今天给大家演示这一款是金鸡 SLR 短突，这款是黑色，这款是沙色，整体的外观，整体的材质是尼龙材质，手感非常的好。前面的套管是金属套管，前机苗啊，这是尼龙机械苗，是可以折叠的，后机苗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尼龙的。这个按这里是伸缩后脱，这里是金属的，可以调到你自己舒适的档位。电池仓在这里，把后头取下来之后就可以装进去了。按这里是拆卸弹夹，这里打开装满水弹，这里插上，拉这里，弹夹装好之后拉这里，这里是预供，预供避免空枪，打到这里是单发，打到这里最左边是连发，